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瑞莹，在《一念花开》当中饰演的是一路升级打怪的腹黑师妹赵探探。一场命定的情缘正在精彩上演，快来跟我一起在手机上、电脑上、电视上搜优酷看《一念花开》吧。师兄，你这个找莲子的定位到底有多精确呢？现在是不是感受到？你吃算了吧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就赶紧走。我们清源派以光复正义为己任。降妖除魔为宗旨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寻找莲子的黄金搭档。师兄，你让我吃一口，就一口啊！别吃，别控制，控制师妹。铁锅炖大鹅。这好戏刚刚开场啊！师魔尊那么嚣张的吗？我很难搞啊！